안녕하세요 여러분, 엘제입니다. 먼저 여러분들에게 진짜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립니다. 왜냐하면 제 채널을 지금 구독자들이 3만 명에 있습니다. 이렇게는 진짜 깜짝 놀랐어요. 먼저 우리 부모님, 제 가족, 그 친구들 고마워요. 우리 제이스 분들이 진짜 너무너무너무 감사드리고요. 刚刚那位小姐总说捧了你们，不要理她好吗？今天这个影片呢是3万订阅的抽奖活动，首先还是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，因为有你们才可以达到3万订阅。那我这次准备的礼物呢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实用，就是这个，这张，这个是我之前推荐过的单字书，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本单字书。但这个是旧款的啦，因为它已经改版了，只是因为改版的新书我订的还没收到，所以我先拿我的旧的给你们看。那我准备了2本，所以这次会抽出2个幸运的订阅者。接下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影片上传的时间终于要固定啦。 就是在每周六的晚上8点半都会上传新的韩文影片，那么其他像是 cover 啊或是什么闲聊啊试吃这类的影片就会是不定时的上传。最后一件事情呢，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，如何来称呼大家。因为我之前在影片里面跟大家说，我要做韩文之后，底下有几个订阅者有留言，就说阿迪的粉丝叫小迪，我要怎么样称呼你们？其实我原本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因为我就是很单纯的跟你们讲说，我要开始做韩文了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就是要怎么称呼大家这件事情。我就请我几个朋友帮忙想。那最后呢，我就想出了是Chase这个名字，他的英文是 Jace，那这个J就是指我LJ，那Apostrophe S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什么的嘛，那 LJ 的，这个可以包含很多东西，包含我频道里面所有的东西，还有当然对我的频道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，就是你们。那我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我有请朋友帮我想，就是微宝，他想出了2个很可爱的名字，第一个叫做小 J， 第二个叫做小豆芽。首先小J的概念就是跟小D一样，我原本觉得小 J 还蛮不错，但是为什么没有用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小 J 其实就是我。 你们知道 LJ 是怎么来的吗？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Jennifer。那我在之前的公司里面呢，因为有另外一个主管跟我的名字一样，也叫做 Jennifer。为了要区分我们两个人，他比较资深，他就叫做大 J。我比较之前就叫做小 J，所以 LJ 其实就是 Little Jennifer。那我就不能叫你们小 J 啊，因为其他的朋友都叫我小 J。另外一个名字呢，我也把想到的是叫做小豆芽，他就是说。 因为在我频道里面呢，你们就是小豆芽，像乐谱一样可以谱出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。其实这个概念还蛮不错，但是我就觉得叫你们小豆芽的话，感觉我好像什么幼稚园的老师，有没有什么小豆芽幼儿园之类的那种。虽然他这个想法还蛮可爱，但是我就没有用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就会称呼大家叫做 Chase啦。抽奖活动的时间呢，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9号。怎么参加抽奖呢？就是要完成以下3件事情。 第1件事情就是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第2件事情呢，请按赞我的粉丝团以及追踪我的 IG，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影片底下留言，任何的留言都可以，可以说你们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啊，或者是鼓励我的话也是 OK 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一样会继续努力，希望我的影片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那我们就一起努力，一起朝着欧巴迈进吧，安妞。